哦，斜斜斜斜斜，这边又穿个高跟鞋更漂亮，对不对？然后斜到这边，他不会落过去，他一定落。那是一套这个作业下来，他的腰毛病还在。好，我们现在感觉到啊，你把屁股翘起来，屁股翘起来。好，我轻轻压，你感觉压力在哪里啊？在腰部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再收高，收高，哎，收收准，溜准，快一点，溜准，跟我走啊，溜准。好，收收，收腹不是拉，不是拉，等一下，没有缩缩，往内缩就好了。好，不要理我喽。好，你看，你所有压力就是到脚底。对，好，这个力量到了腰，它就卡死掉。腰为九七珠里面大转珠就在腰部，那个一卡死掉，你只能做僵硬。我到脚部卡你，力量就比较小。我自然反射，力量是什么？就是收勾，比如说主力部位按一点，收那一点，收那一点，那一点今天往里收，不是往屁股往后走，那个就赢。好，我现在做一个收勾之动作，你看看啊，来一下。你看啊、哦，我现在要打。哎，这样子啊、哦！我现在要打它，你看我屁股很翘，我不用空的哦，现在是不停的空哦，是形而下的有违法。假如形而下的有违法的时候，你用意念导向导出去，对不对？没有用，没有用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看我的屁股，我屁股也很大，屁股不够好吗？不合规则，对不对？看我矫正啊，慢慢收。好，我现在脚点在哪里啊？前脚哦，前脚。那我收前面的腹股沟一收就好了。往这个收腹股沟是怎么个收？不太好，你收又不是往后收。你这个腹股沟跟啊。